但是不太好弄那个东西。还行是，还行。放松，哎，放松一下哈。你这个脚都长了个肉芽，是不是？这个肉啊，就是多长的这块肉哈，可难削了。就这个东西是吧？你看这儿，看不看这儿有个倒刺儿？这儿好多了是吧？这个刺儿扎的这个肉，时间长了以后，不这个肉给它豁开了。泡开了之后又再继续摩擦，你现在抠出来之后啊，你就得上消炎粉，把这个肉给它消下去。这块肉的内侧是个水肿的状态，碰了你的指甲会疼。现在没有扎的疼，但是有伤口的疼痛感。这边疼不疼？那边没事，没事哈。